呀，跟阿里呀，阿爷呀，哎呀，这腿啊！嫂子，今咋穿这么板正的？又来干啥呀？一天就要瞎出溜，没个正形，长得花惹草的。你咋的了，嫂子？你内分泌紊乱了？也不知道谁搁村口跟那小姑娘打情骂俏的啊！嫂子，你这时候你是吃醋了？说啥呢？哎呀，你打我干啥呀，嫂子？真的，你听我说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我不听啊！我不听，我不听，我不听！你打我！哎，嫂子，我不这么整，你也不听我说话。你听我说，真不是那么回事。你打我！哎，嫂子，你咋的了？真不是那么回事。你听我跟你形容，就是那个啥。你打我！你又打我！你不说呢吗？让我打你，打你的。我问的是你为什么打我？哎呀，嫂子，这不整岔皮了吗？你听我跟你说，我跟他真没有事，我俩那个关系。你倒说呀！哎呀，就讲大概意思就是我不喜欢他，我喜欢的是你。你说啥呀？哎呀，没啥事，嫂子，你别误会我俩就行。我压根也没误会你俩呀、啊。你看这事整，你早说呀，嫂子，你俩像打疼了吧？不疼。你喜欢这种感觉呀？说啥呢？滚！赶紧滚！